姐姐们兄弟们，我拿到一个奖杯了，你们猜出是什么奖杯吗？其实也不用猜了，这奖杯其实是我自己买的，某宝上自己淘的，50几块钱的，给自己一个表彰，做个事儿。我呢，3个月了，我没有出门，对吧？一直在家里面，本想说，就是5月份左右我去一个旅行，但是又没有去成，对吧？然后6月、7月、8月就更别说了。啊，所以很遗憾，但是这个遗憾我会补出来的啊，我会补充的。今年我肯定要去一次，如果旅行，我应该太想去了。咱们去过了越南，去过了老挝，是吧？风土人情都非常的好，虽然每天没吃饱饭，饿了，但是如果还是真挺想去。去归去，旅行归旅行，但我现在的话，就是要先去赚点路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要去卖点柚子啊，马上中秋节快到了，那柚子不卖的话不行啊。前一个礼拜我就应该要去福建平和卖柚子的，但是那一个礼拜这个柚子还没有到达合适的口感。是吧？还没有到达好的口感，所以说一直没有去。再过几天就马上就成熟了，但是我要提前先去，啊，去那边跟品牌方讲好这柚子，我需要的柚子要多大，啊，价格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些都要讲好。啊，所以明天的话可能我会去福建平和，啊，我们的柚子之乡，我们去看一看柚子。如果家里面你们有喜欢吃的，或者是说中秋佳节还没有买的啊，到时候来了小马直播间，他一定给家人是说给到最好的柚子，最甜的柚子。所以姐姐们啊，如果说喜欢吃的啊，咱不多说啊，支持下一单，咱们赚到一点路费，咱们去泸沽旅行。咱们直播的时间大概是在11号左右，我10号出去，11号左右会到达福建平和，我们开场，开始第一场的直播啊，卖柚啊，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，家人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